我跟你讲，这个你看到大小，你也会笑出来。欢迎收看《东桥开箱去》。那大家知道七月十一号也是 Seven Eleven 之日吗？所以 Seven Eleven 跟几家饼干的大厂合作，推出了期间限定的饼干哦，让我们来吃吃看吧。接下来我们要吃的这一款呢，是酱油美乃滋口味。然后当然它是类似虾味鲜，可是呢它比一般虾味鲜要大七倍哦。你看这上面那些虾子还有穿 Seven Eleven 员工的制服，好，我们来吃吃看吧。哦，这虾味浓啊！不是，这个很好笑，因为通常讲到虾味鲜，你会期待说哦 ，OK， 就是你知道细细的，这什么话？这是虾味片的吧？这虾味片的，这各种粗大哎，那个虾味片。对啊，就看，然后味道也是蛮虾的感觉。哎呦，好，这个我喜欢，这好吃，因为它的美乃滋味道超浓哦，真的，对，我这个做好吃，做好吃，非常美乃滋，而且因为它做的非常大的关系，所以那个整个口感很好，真的，就你一口咬下去有一种哦，好饱足哦，对，你不会吃这种塞四五根到嘴巴里面，就吃一根，对吧？嘴巴充满虾味鲜的味道，来吃一个焦糖口味的饼干吧，它也是一样，七倍的大小。还有七倍的焦糖，还有七倍的生奶油，超甜，而且看你们大小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你看到大小，你也会笑出来，对不对？这个超好笑的，这颜色再深一点就有危险了，对不对？超级史上最巨大的一个饼干，对吧、啊？真的超腐烂，这么大的，超大，超赞，我给你个赞。这个就椰子口味的乖乖，好乖乖，吃起来就是乖乖的，对，一模一样，对。很多一点点焦糖味，但是对本质上就是乖乖，不要再骗，不要再骗喽。这个好吃哎，嗯，哦，这个好吃，真的好吃哦。哦，刷水刷水，哦，嗯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吃吃看 Seven Eleven 限定的777卡拉姆酒，它是七倍的辣度。七种新香料，还有七个肉，还有鱼类的香味哦。啊、我先闻一下，我这人怕辣，也不是很敢吃辣，但是哦，闻起来还好，我觉得没什么太辣的。哎、欸，闻起来很香啊，就卡迪娜牛排的。对对对。后台都有点过辣了，我觉得。我觉得还好哎、欸。觉得蛮辣，我觉得已经差不多了。真的吗？你说真的，我觉得很好吃哎、欸嗯，就是你就把它想象成是。那个卡迪娜牛排口味洋芋片，但是呢，口味比较复杂，然后层次比较多，然后可以吃得出辣味，可是我觉得它辣味是刚刚好。以整体来讲，我觉得还蛮好吃的，蛮喜欢这一款。我觉得还好，有点过辣。接下来的这一款是七倍的 wasabi， 然后1.1倍的牛肉味。那上面还有写注意事项，就是如果你对 wasabi 你不敢吃 wasabi 的话，建议不要买这一款。听起来好可怕，就很像你坐云霄飞车会说，有没有孕妇啊、心脏病、喝酒的不要坐。我恐怖，我不管，我怕我怕。哎、欸，也有还好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次的，我看这次闻起来都没东西哎、欸，比我还好啦，应该、啊、没问题啊，没事吧，先吃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先吃吧，好，先吃，啊、先吃啊。还好啊，我觉得，它那瓦萨比的味道，这不是很浓啊，反倒还有点多一点那种甜味。然后，因为这牛肉一点一倍，其实我觉得没有特别有感觉。那我反倒觉得这个还蛮好吃的、啊。你越嚼的话，越可以吃出它那个所谓七倍的瓦萨比的味道。可其实没有想象中就是七倍那么强、啊，我觉得，吃起来有一点点刺激你那个味蕾的感觉。那我们这次吃的是卡路里跟 Seven Eleven 合作的 Seven Eleven 的炸鸡口味的洋芋片。试试看吧，有点点那个胡椒的味道，我觉得像在吃鸡皮而已，就是没有肉的鸡皮的味道，然后撒一点胡椒盐的感觉。这款就是很像你在吃炸鸡，但是你没有在吃鸡肉，你在吃那一整皮，跟黑婆一样。对，不是像咸猪摊那种炸鸡皮，是。肯德基的脆的鸡皮，然后不是会吃一吃，不是会掉满地嘛？然后就把这些东西拿起来吃，大概有这个，对对对，大概就是这个口味。好了，那我们就来选出我们心目中最好吃的饼干啦。那我们三、二、一，吃吧！耶！看来我们两个啊、哦，都最喜欢吃甜的，嗯，最好吃，最好吃，嗯，最像乖乖了。嗯，好的，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次介绍的。
Seven Eleven 之日五种的饼干喽！耶、yeah ！我是伟恩，我是鲍勃，大家下次见，拜拜。